当然我哋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哋除咗个鞋啊喺嗰啲草地行走下咁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係城市人工作咁繁忙嘅时候呢，其实而家市面上呢已经係有一啲接地气嘅产品呢，咁喺我哋嘅健康店呢已经呢度呢有好多嘅客人呢就係买咗返去屋企度呢，就每一日都可以接受到呢个接地气嘅治疗啦。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喺我哋六创意嘅健康店可以买到㗎啦。联络电话係2882-4848。以下节目内容纯属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继续讨论下我们现在的节目的做法呢，就是没什么真真正正的时间的限制啦，因为我们现在自由度高了。我们希望呢能够将个问题呢是即是完整一点啦，深入一点啦，彻底一点呢来到讨论呢，最好就想一想个解决的方案。咁我哋成個教院聆訊呢件事呢，其實我哋可以睇到一個問題啦。其實我哋成個香港教育制度呢係好多好多問題。目前而家處理教育呢一個機制或者一班人呢，可以咁講呢係所做嘅嘢呢係令到香港嘅教育呢唔會因此而改善嘅。咁我哋成日想講啦，即係其實即係嗰個問題同嗰個學校所謂有冇 學術自由，有冇校即係學校嘅自主權，合唔合聘，即係其實講得嚟講呢，同嗰個香港目前而家遇到嗰個學生個教育然後嘅成果個問題呢，其實可以咁講呢係冇乜真真正正然後幫助得到嘅。咁我哋香港更好大行動成日都咁講啦，到底我哋講嚟講去，我哋講緊個成個教育個問題喺邊處呢？咁我都提出咗幾樣嘢，嗰個用學券制或者是嗰個自家教育，咁記唔記得上一次我哋都有講及過自家教育嘅，因為呢啱呢咁啱呢喺嗰我哋講過嗰段錄音之前呢，佢就南華早報呢有個記者就訪問嘅，咁佢就俾咗幾個題目俾我，咁其中就問我點解要贊成學券制，就嗰個自家教育合法化呢個問題。咁其實我哋同佢都喺個訪問上都做咗都妥長嘅節目嘅，但好得意呢，最後呢位記者呢就通知我哋嘅同事呢，就話呢佢嗰份文章呢仲未登得到出嚟。我唔知道咩原因啊。因為南華早報，南華早報係左，即係我唔想話黃彦興唔好 offend 啊，即係我自己講呢，即係佢係左囉，即係如果你話有個自由市場嘅方法解決個社會問題呢，一定唔出嚟嘅，當佢冤。即係我都講啦，即係我已經問過啦， SCMP 即係 leftist paper， 係啊 ，absolute left， they're not interested in finding a solution。Okay. Finding a Hong Kong exit, they're interested in furthering their agenda. Okay. 咁啊，因为咁讲啦，即系我始终我一句咧，即系好多人嘅教育咧，即系特别系啲土共、老土共。咁啲老土共成日都话咧，我哋香港需要某些数目嘅工程师，某些数目嘅知乜乜专人才，即系全部都系好似计划经济咁，我哋要 produce 某个数字嘅人才。嗯，错噶，嗯，即系如果你系咁谂嘅话，你错啊，不如咁谂啊，唔可行啊，唔可以，系啊，唔系，系唔可行，即系话我哋要达到某一个百分比嘅大学毕业生，系呢幅系错晒嘅，系我哋应该翻喺最基本嘅 level， 即系最个人嘅 level。如果你系有一个小朋友嘅父母，可能多过一个小朋友。你自己本身想要的大学教育或者中学教育，就是有没有一个教育系统可以令到我自己的小朋友可以最终达到有国际性的竞争力。嗯，那我不知道在香港读书得不得，嗯，外国读书得不得，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嘛。是。不过如果我小朋友申请，例如说我他叻 arts 的，他叻 econ 的，他叻 business 的，嗯，我不知道他叻乜嘢啦，嗯，即是如果国际上找到一间啱嘅学院，嗯，他去不去到先，即是做家长最 care 就是自己子女最终最怕，当然就是读完书又好，不读书又好，靠不靠到老母嘛，嗯，即是如果他可以读完书跟阿爸阿妈讲，我大我仔啦，我有份工，
我唔使靠你㗎啦。嗯。同埋最好當然係俾家用俾家即係家長啦。如果佢做到咁樣嘅話，呢、這、一個就是最終係香港家長想要見到㗎嘛。係。如果你話如果即係如果一個人話我教育制度係應該製造某個百分比某個 percentage 嘅工程師、律師、醫生嘅話呢，你就千祈唔好再聽佢講教育制度政策啦。係邊啲老左派提呀？好似冇乜人像邊人提。我唔記得啦，求其係即係一定係有啲人呢行出嚟呢就話呢我哋需要某個百分比嘅畢業生，或者我哋需要某個百分比嘅專業人才，我需要某個即係 plan the economy。即係 plan economy， 仲有咪左派呢樣嘢呢，今日用喂即係咁講老土共啊。老土共。係唔係好似唔係好識經濟㗎即係唔係即係講真。唔記得邊個講過。王延興。係呢王延興、即係講真我係好尊重你㗎。即係我好尊重你嘅方法就好尊重社民嚟。即係我啲社民同你可能有啲後期我唔知啦。不過呢即係大家意見上可能即係唔妥協。不起碼諗過先嘛。即係好多時候土共特別是愚孝嘅土共呢真係唔好諗過㗎喎、政府話乜就乜啦我唔想講多啦強積金啊、你可以支持強積金你可以反對強積金我當然反對強積金啦不支持同反對強積金只係一線之差嘅啫、就係夠即係問題大家要問自己啦、你相唔相信香港人會自己儲錢為退休儲錢我有㗎、好多人都有啦有啊好多人都有啦好多人都有啦即係我都相信即係好多人都有啦係咪先。不過問題就係、如果你相信係即係政府啊如果你相信係如果你相信係有足夠嘅人係唔儲錢亦都唔期望唔儲錢嘅話你咪推強積金囉係咪先。如果你相信係有足夠嘅人儲錢嘅你咪唔好推強積金囉即係呢個係一個意識形態先。冇十年八年你唔知㗎嘛、OK。不過就算支持又好反對又好呢你推行咗強積金之後呢都係極之反對一樣嘢嘅。就係管理費太高。大佬人哋美國強制性嘅退休即係例如話公務員嘅退休計保障計劃佢哋收嘅管理費即係 0.1%。0.18%。我哋香港點解會超過1超過2㗎即係呢個係咩大佬我自己嘅強積金啊即係可能我係一個比較保守嘅投資者啊、全部 all cash 嘅反正會蝕本㗎喎、因為佢管理費連利息都冚唔到喎等我 all cash 你管理啲乜嘢啊大佬、好啦有一個咁樣嘅強積金咁個問題就係啦政府 ,ok, 你話我哋唔儲錢嘛你推強積金咁點解你會無能到會推即係會設計一個系統出嚟將我哋辛辛苦苦民資民高利益轉移去益曬啲基金經理先。這個我哋上次呢就講得好清楚㗎啦。700万人啊用佢哋 40% 佢個儲蓄去俾嗰班搞呢啲。啱啱幾多幾多數。美國投20個基金經理。係佢哋嘅人工。係。210億美金嘅。係呀。即係嗰個收入啊唔係啲投係佢講投入所以呢美國嗰邊啲基金經理香港都係㗎啦即係唔貴唔買唔貴嘅林寶堅尼唔買唔最特登訂製喎仲要特別版啊嗰啲啊一開到成王成市啊呢啲最貴價嗰啲嘢就係我同你啲錢囉。即係我唔知道啊講真我唔知道當年支持即係我哋香港因為選舉條例裏面呢就非常之苛刻嘅。咁所以呢即係在任者連任機會呢就非常之高。因為挑戰者因為實在已經綁手綁腳冇得挑戰你嗰啲在任者㗎啦。咁所以呢我唔知道2000年或者99年呢即係 approve 強積金嗰班立法會人係邊個。即係我已經 send 咗班僆去 check 㗎啦已經。一定登佢班名即係登佢啲名出嚟㗎啦。而家問題就係呢度㗎即係你當年好似我咁話香港人儲錢㗎唔需要強積金㗎。咁你又話唔愛港愛國啦咁算啦我唔愛港愛國你話我唔愛港愛國咁算啦。不過如果嗰班人話屋企強積金係需要嘅不過如果你設計到咁樣嘅話呢啲基金公司一定會搵嗰啲供款人笨嘅收費一定會好高嘅佢哋都會被人標籤為非愛港愛國人士嘅喎。好啦到今時今日即係我可能有呢個嘅功能組別主導的立法會啦啊哪個字啊交字啊
懂啦，啊，懂了懂懂懂懂落咗啦，我都睇啦。不過交嘅即係即係呢個硬交文化仲係存在啦。我仲記得當時推強積金嘅時候咧，嗰，那個解釋強積金好處嘅廣告咧，把聲咧係周暗權。哦，係係係佢配音嘅，係兩個碌嘅單車嘛。我仲記得好兩個碌嘅單車，係啦，兩個碌嘅單車去載住啲金幣，等我哋民脂民膏俾啲基金經理。我仲好記得，啊，帶住係大家踩個單車，俾啲錢俾啲基金經理。呢個我記得啊，呢個邊個畫嘅呢個？我唔記得邊個傻佬畫啦，曾蔭權嘢賴曬嘢啦。啊，係啦，而家問題就係，即係我唔係想講強積金啊，而係呢一種好啦。佢覺得有一個社會問題，佢去 produce 一個政策出嚟，所謂解決方案，係啦，解決方案製造出嚟啦。你有任何疑問，都係被標籤為非愛港愛國，嗯，除非你硬啃落去。如果唔係嘅話，你就已經係叛國罪啦。即係你唔可以 question 嘅，哦，即係我知道曾蔭權好叻，曾蔭權好叻噶，係咪先？不過曾蔭權，唉，大佬啊，即係喺教育上咧，唉。可唔可以唔好，即係你自己有深層次嘅自卑感啊，我唔知係咪因為讀唔到大學，不過你俾啲機會俾香港今時今日嘅後生仔避開呢一種，即係我唔想見到三十年後仲有一個冇讀過大學不過讀過 master 嘅特首出現，跟住呢就用一個親疏有別嘅心態去對付社會問題。嗯，好啦，其实呢我哋香港更好大行动啊，香港出路呢，成讲嚟讲去呢，好多个问题嗰个解决方案呢，其实好多时候都唔係话要期待一个政治领袖，好似上次 George Kittle 咁讲俾我哋即刻下，指出嚟啦，我哋一向都唔係咁立场嘅。唔係，我哋尊重佢讲嘅。咁我哋都觉得呢，其实呢呢个就係我哋过去啊，即係嗰个处理事即係事情嘅心态囉。係咁多千年嚟呢都係未 work 过。唔係，即係而家问题係教育上呢政府已经抌咗好多钱出嚟啦。係。即係钱呢样嘢，即係我自由市场呢就分两条底线嘅。第一条底线呢就是，政府应唔应该行出嚟话我哋应该拨某一个 percent 嘅 GDP。或者税收做某一樣嘢，還是係俾市場決定究竟我應該撥幾多資源做一樣嘢？例如話政府唔應該做醫療嘅，市民決定，咁市民會就會自發定決定咧，就某個 percent 嘅 GDP 去做醫療噶啦。當然啦，有啲付唔起錢嘅人咧就會輕咗啦。咁所以咧，政府就要撥啲錢，就話強制性我要撥咁多錢去做醫療噶啦。嗯，教育一樣。即係我自己本人呢，即係我出發點當時都係咁。係啦，即係我自己私立三學會本身內部分歧好大嘅，咁教育呢樣嘢，即係有啲人好 hardcore 就話政府根本就唔應該強制性撥某一個百分比嘅 GDP 落去，或者百分比嘅資源落去做教育。咁我自己本人係反對嘅，即係政府如果決定，政府應該越做越多越好嘅。呢，一個呢我極少數，我做孫文文呢極少數嘅題材嘅話啦，係政府應該越做越多越好嘅。政府越撥多資源就越好，不問題就係撥咗資源之後，用乜嘢機制去分配呢個資源，令到香港嘅小朋友嘅教育得到最大效益。如果你係話派一個羅范招芬，派一個李國章，派一個強硬嘅領導層去搞管下教院啊，管下呢個嘅教會學校啊，管下呢個嘅私人嘅私營嘅學校啊。錯曬啦大佬，完全錯曬㗎喎。即係你正當撥咗一筆資源，強制性撥咗一筆資源出嚟之後呢，你就應該用呢個市場機制去分配呢個資源。即係如果一個家長，即係講緊中學對於好多家長嚟講，如果我一個家長，我中有個學生有個小朋友啊進入中一嘅時候，你問佢呢個中學應該做啲乜嘢，可能我家長真係好簡單同你答就話，呢間中學最好呢就將我呢個中一生呢教中七嘅時候呢可以入到大學，入到好嘅大學。咁如果呢，這個即係家長嘅意願嘅話，咪尊重佢囉。同埋就唔係話尊重嘅情況，唔係話我政府製造間學校可以令到個學生入到中七，而係我政府可以製造到間學校迎合任何家長嘅需要，千即係百花齊放。其實我要或者用我哋另外一個角度去睇啦，即係如果唔係呢，我發現呢，我哋好多時候呢，我哋有一個政策，你話我哋政府應該用啲錢，用多啲錢，或者某個比例嘅錢係資助嘅教育，
咁好啦，咁教育个问题，个重心系咪因为冇政府资助一笔钱而导致个教育失败咧？咁讲真嚟讲，冇任何证据可以睇得出个问题个根源喺呢度咯。即系我哋成日咁讲咧，好多时候我哋讨论个问题，讨论咗成好多年。都冇結果，就根本我哋講嚟講去咧，都未講到個問題，到底係咩問題先？唔係問題，喂，其實講當然我好啱，好簡單一樣嘢啫嘛。如果有嗰個政客行出嚟話，我支持學券制嘅，我支持政府摧毀香港大學呢一種分餅仔制度，即係令到中七學生或者中六學生啦，只要有一即係可能有一千間 approved list 嘅大學喺世界上啊。交通大學又好，哈佛大學又好，劍橋大學又好，即係我唔理咩國家啦，佢有一千間。如果有一個政客行出嚟話，政府應該支持任何學生入到呢啲大學嘅時候，你會投佢一票先？嗱，即係有問題，我講翻轉頭啦。個問題係唔係因為我哋個人冇讀大學，所以咧大學生越高咧個社會問題，我哋教育問題，人嘅質素會改善咧？我覺得亦都冇任何支持。當然啦，當然啦。咁即係我話即高 back 啊，即去翻我哋最最基本基本啦。在教育嗰方面，我哋而家所讲嘅现时嘅教育个问题核心喺边处先？好明显唔系话学位够唔够，或者系一个 percent 唔够，要做16%，或者好似韩国咁几十个 percent， 好多私立嘅学校，好多私立嘅野鸡学校，日本亦都系呢个情况。菲律宾系全世界然后大学生最高嘅然后嘅国家，咁又点咧？系咪？印度亦都系好多大学生，即系我觉得始终我哋成日讲嚟讲去。其实都未曾讲出个问题个根源喺边处，我哋讲个问题嘅现象，呢个现象唔系能够帮助我哋了解个问题个重心喺边处。当然你自己都系家长嚟噶，冇错。系，咁你自己想你嘅小朋友点先？冇错。嗱，我想我小朋友喺呢个社会争取一个有利嘅地位，系我嘅私人嘅意愿。OK， 呢个游戏我会教佢玩得好，但系唔系代表我哋能够解决到香港目前嘅问题，或者我哋地球上所面对嘅教育嘅问题。唔系，当听冤讲真嗱，你自己即系你呢个高咧，系简单得嚟，非常之难，系好容易嘅，佢好容易嘅，唔系好简单，唔系简单，唔容易，好容易嘅。喂，争取社会席位绝对唔容易。不過咧係簡單嘅，即係你即係好多人成日都話，即係我哋香港人有幾個深信不疑嘅嘢啦、信念啦。咁第一個就係讀書勤力必定有出頭噶嘛。呢個係傳統嘅諗法啦，係啊，就喺外國都係啦，即係我哋叫 social upward mobility 咧，其中一個咧係幫助就係個 education 咯。咁但係呢個亦都係即係其實好多國家都行緊呢樣嘢噶啦。唔係，而家問題就係會咁樣啫嘛，真係即係。即係如果我哋即係特別係香港政府啊，佢要履行你呢個嘅承諾咧，佢兩條路可以行。一就係、是、開放俾人點樣讀書，即係你唔使死板板讀一樣嘢嘅。Okay? 我明白你曾經所講嘅啲嗰啲嘢。我明白曬。不，第二，如果你係咁 call， 你係咁 call 嘅話，第二嘅方法就係佢而家做緊一個方法咧。OK， 就係令到。真係有好多人讀唔到啦，好多犧牲者啦，不過讀到嘅人呢回報好大喎、啊。例如如果你讀到專業人士學位，律師、醫生、會計師、教師，你就唔、哦、會俾人炒魷魚㗎啦。炒魷魚嘅話呢就大鑊啦，好多工會呀、啊、行出嚟呀、啊、示威呀、啊、乜㗎啦。咁、啊、其實政府都唔係話冇聽你講㗎喎，只要你可以執到個 lucky draw 入到佢個 professional training 就 OK 㗎喇。呢個啦，即係你會同你嗰、那個你個仔女咁教啦。其實我對我好多啲病人嗰啲小朋友我都係嘅解釋㗎，即係我嘅睇法就係咁啦。呢、這個社會係唔公道嘅，呢、這個社會係好多專業人士呢係制度個制度呢係自肥自己嘅，所以呢如果呢、這個如果你係要喺呢個制度裏面呢，你唔好做失敗者，你就要玩呢個遊戲。我教我嗰啲同學呢，我話你唔好諗住學校裏面教到啲咩嘢，唔好咁去諗，你學嘢係一生去學嘅，你唔係需要喺學校裏面學嘢嘅。所以呢如果你要去喺呢、這個要玩呢個制度呢，你喺學校考試呢，因為我哋而家係個考試嘅遊戲嚟嘅，你就玩到佢盡，玩到佢贏。你我今日啱一次有當然當然講真，即係喺呢個程度上，你使問嗰啲問題呢，我會佢咁解釋俾你聽。但呢個唔係代表我呢個咁嘅諗法會令到呢個社會更加好嘛。係啊，我成日就講嚟講去，即係大家都會有自己私心啦，大家都會有啦。但問題咁樣，如果我呢個社會唔會係即係繼續咁壞落去咧，將來我哋嘅仔即係
做咗專業人士啦，由醫生啦，我會教你，你先做醫生，因為政治嘅手法、政治嘅力量最強。跟住你做自然療法醫生，你話真正能夠醫人咧，你就做自然療法醫生。唔係，你兩樣都具備曬。其實講真，今日我睇呢個 K 仔索 K 仔呢、這個令到呢個腎唔係令到呢個膀胱衰竭呢樣嘢咧，其實我諗緊呢樣嘢，即係你話有100萬個故事啊。anecdotal evidence 啊，或中醫或者係 alternative medicine， 唔使一個就幾個就玩完㗎啦。唔係，聽下先，有100萬個 evidence 話呢一個療法係 work 嘅，係西醫係唔接受嘅，西醫唔接受，西醫係即係佢哋死板板嘅。不過只要有一單嘢話你會出事喎，仲要係咩咧？仲要係未必有因果關係嘅，係啊，可能佢自己本身生活習慣差，我唔知咩啦，令到出事嘅話咧，就已經話你嘅療法係錯咯。呢個我哋討論咗好多次，係啦，我哋好明，好絕對好明白，好明白。我哋過去一年裏面咧，呢啲個例子講過好多好多㗎啦。唔係而家我想即係真係，即係香港而家最嚴峻嘅挑戰，即係因為曾蔭權都會下台嘅，80,000都可以冇嘅。即係好多嘢可以 reverse 㗎。即係如果你話最根深蒂固香港最大嘅 challenge 呢，就係、是、有一班既得利益者，係專業人士，係坐咗喺度，係唔受外面嘅挑戰，係而繼續鞏固自己剝削香港市民地位嘅人。咁啊呢一班人呢，我唔知點鏟走。即係講大律師，因為我大律師我最唔妥啦。呢班友仔點產就好簡單啫。其實你頭先所講翻説話咧，我哋幾年前咧，香港搞好大行動咧，依家喺網上咧寫得好清楚噶啦。所以我其實咧，只要我大家明白咧，其實好多社會嘅問題咧，歸根到底，你明白嘅真相咧，其實背後係好簡單嘅啫，唔係一啲都唔複雜嘅。唔係咁而家好啊，我想講多一句，係你出唔出嚟選先？我出嚟選，唔係冇關係，一唔係點解嗱？點解點嗱？我嗱講乜？因為咧，你曾經講咧，你俾我講埋先，你都話先，我知道，我知道當天點講啦。我啊，我而家講埋先，係 OK， 係政客咧，只係對一樣有興趣咧，就係51% 嘅選票 ，OK， 係即係贏到就得啦，係啦，係啦。咁啊，所以佢講即係佢唔理講自己講咩噶嘛，係啦，冇錯啦。民主黨自己本身知道最低工資係會害到呢個最低技術。工人嘅佢應該都拿得到，應該反對㗎嘛，應該聽得到啦，係啦，不過佢次次之前我唔理啦，不過問題就係、是、Dr. Yuan， 如果你係話你今日參選，即係08年參選啦，等於由你由今日開始，你就會用盡所有能力向香港選民解釋，就呢個專業人士既得利益集團出現，對香港嘅未來係受到一個沉重嘅挑戰嘅。系啦，如果多芬於你咁讲嘅话咧，你只要响度，我帮你派传单。嗱，我帮你睇，专业嘅极权度。嗱，嗱，孙华明好简单嘅啫，帮我派传单都少。我哋香港近佬大行动，头先你所讲嗰套嘢咧，系3年前咧已经白纸黑字咧写得出嚟噶啦。唔系啊，你多芬於你明白一个 message 要皆知巷文咧，人哋外国讲啊，就要1000点收视。就係呢每一個人 on average 平均要聽過嗰個 message 10次就會 understand 㗎喇。例如白花油愛多80年就係、是、有已經達到呢個1000点收視呢，所以我哋明白佢講乜嘢嘅。例如話呢個嘅福街始終有你，某程度上亦都達到呢一個1000点收視，所以呢啲香港人一聽到香港始終有你，下一句就係、是、坦克車碌豬一世紀咁樣㗎啦，係咪？係啦，咁所以呢，嗱，郭庭遠，我知道你已經戰鬥咗3年，不過呢，香港人，香港普通市民，要對付呢個專業團體壟斷集團，就靠你嘅。唔係靠我，唔係靠我，亦都唔係靠任何嘅政治領袖。唔係，我而家唔係好領袖，即係而家我哋好簡單一樣嘢啫嘛。唔係靠每一個人自己行出嚟啊嘛。唔係靠醫生。唔係問題，唔係我而家唔係話貼，即係唔係話呢個嘅希望，即係我自己本人希望多吞煙行出嚟，因為多吞煙對我嚟講係一個inspirational leader 嘅，不過就係真係 serious 咁。唔係咁啊，阿善先，你證明我講嗰套嘢啱喎，要個。有 vision 嘅 leader 噶咪？唔係有分別嘅，有分別嘅，即係冇用。孫興嘅意思即係
叫阿勇阿 Doctor 出嚟噏嘢去死啫。唔係啊，而家問題唔係Doctor，唔係講真，即係唔係其實我哋香港人出嚟噏嘢，唔係叫佢做嘢。唔係我唔知道我套嘢啫。我唔知道，即係香港人咧，特別係啲三十幾歲以上啊，可能我未必上網，我唔知啦。不求其係我，特別係我打下嘅年代啊，世代啊，佢哋啲人咧就最憎一樣嘢嘅，就係硬膠。真係嘅，即係你可以，即係你可以話支持馬克思主義，你可以支持弗里文嘅自由市場，你可以支持呢個嘅香港保護政策，你可以反對呢個西醫壟斷，不過你唔可以自相矛盾。咁 Doctor Yuen 你冇自相矛盾過嘛？即係對於我作為一個26-30歲嘅人嚟講咧，你是一個 inspirational leader 嘅，係啦。咁啊，即係好多特別係即係土共咧，工聯會或者係呢個嘅民建聯咧，對於我嚟講死罪就係呢度噶。即係你左派得，如果你好似阿黃岸怡興咁樣嘅嚇，左得嚟係我服嘅。佢哋唔係左派，係右派嚟㗎，有冇搞錯？你嗰個右派，我嘅觀念嗰個右派，你保守係啊，保守，你唔好資本家主，你係大右派，佢過嚟，你唔好真係過嚟啊！佢唔係你唔明白一樣嘢，佢唔係話支持資本主義啊，佢唔係支持自由市場，佢係支持呢個繼續既得利益，繼續呢個抽油水啊，即係。在共产主义你要承认共产主义之下呢有一班人是抽油水的嘛。是不是即是八九民运 ,No.1 要反对的东西不是说民主选举呀、不是打到李鹏的嘛是反对官岛嘛。那官岛是什么呢官岛就是有一班官员有特权去买些东西特别便宜跟着用市价高价去卖出去这样嘛。这是官岛来的嘛。好啦即是我知道啦讲真你个马克思主义啊你好似长毛我1980年我揸住长毛嗰个嘅竞选单张或反对或禁止啊禁止黄金禁止外汇禁止股票买卖。我服㗎我绝对服。你即係你有民意基础就咁囉。係唔紧要㗎。係係咪先不问题就係你唔好话一边商人我支持工人利益。是吧另一边商就在那里说工人啊政府还乜做乜啦。嗯好你都看不过玩的。我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呢就是呢我对很多啲经济的理论啊政治的理论啊或者哲学的理论呢我真的不是很熟的。我熟所以变成我就我唔会即係我觉得我唔需要用啊马克思点讲马克思讲乜我都唔系好知道。共产主义系个本质系乜嘢我知少少啦咁样。其实唔紧要㗎。即係其实讲嚟讲去呢我哋香港教会大行动协会就话呢其实我哋真系唔需要有任何宗教背景政治背景。其实我哋讲嚟讲去呢就话呢到底我哋讲緊呢个问题我哋个香港有啲咩嘢可以令香港更加好。Okay? 香港出路香港你 Q 你左中右冇緊你想得嚟解決問題冇錯啦即係變咗呢有嘅時候呢你講好多即係乜乜主義下法理文主義咁我都係知啲啦係呀唔係完全唔了解啦。俾咗俾咗我緊要我始終都係資生學會嘅研究總監啦。咁啊呢個立場 OK, 呢個立場 OK。咁啊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最極端右派嘅 idea 呢第一件事呢就成年教育呢絕對唔可以資助㗎。即係你一過18歲之後呢政府唔可以資助你教育㗎。即係第一件事係所有大學教育嘅資助斬晒先。因為即係作為一個成年人呢你應該知道自己究竟投資啲乜嘢嘅技能裡面達到回報最高㗎嘛。咁好啦如果你係受到政府資助而影響你自己嘅投資決定呢人力資源投資呢會令到呢個資源投資出錯㗎嘛。咁我當然冇咁極端啦。所以呢我好簡單㗎啫。即係香港第一件事呢如果你真係想對付教育改革嘅話呢你整好佢啦。係啦。唔係對付某個人某個學院或者某啲人嘅主管。好啦即係呢個問題。點解香港會更好啊你點搞好佢呢係啦。點搞好佢呢冇錯冇錯。第一件事呢就係專業所有專業團體啊律師又好醫學又好教院又好我唔理啦。所有如果即係你保護呢個 industry 我唔緊要。不過如果你保護呢個 industry 嘅話呢你進入呢一個
工業你要執啲，你要攞牌啊，嗰、那個考試呢就唔可以歧視外國畢業學生嘅。所以如果你係想做醫生嘅話呢，一個試，一個試搞掂。大家一齊考。係、哦、大家一齊考、哦、同一個 passing rate。你唔好話 Hong Kong U 畢業嘅，有個低啲 pass， 有個比較寬鬆嘅 passing rate。用外國係啦，用個 number 冇名嘅。冇錯啦。就考佢。如果唔係，我唔服㗎。即係曾蔭權最肉酸咧，對於我嚟講最肉酸嘅地方係咩呢，就係、是、咧，所有專業學院咧都係97年前畢業咧，先至承認英國畢業生㗎，係得醫學唔係嘅咋。醫學唔係嘅原因咧，就係、是、因為曾蔭權自己個係啦，自己個仔咧。因為我的位置啊，我自己好切身的呢樣嘢，因為我妹細曾蔭權嘅仔一年，我曾蔭權嘅仔96年9月去讀書，我妹係97年9月去讀書，咁啊而家白高敦啊 ，Golden Brown 啊，係啦，喺英國咧推行啲超級白痴嘅醫療改革，令到好多佢嗰年期嘅醫生咧想日日上街遊行，咁好啦，咁我問我妹點解你唔翻唔到香港啊？咁佢就慢慢鬧咗好耐之後咧。佢就話啦，如果佢早一年，即係等完曾蔭權個仔嗰年咧，佢就冇咁多麻煩嘅。好啦，點解唔將呢一個咁樣嘅自由度俾埋我妹咧？或者俾埋我妹之後我下一代咧？或者係唔係即係唔不單止俾我妹啦，俾所有專業人士咧，咁佢打開咗呢一個咁嘅 competition 啊嘛。好啦，咁如果你話所有地方畢業嘅地方都係考同一個試嘅時候咧，咁香港人如果話，我立志做醫生嘅，我立志做律師嘅，我自己讀書嘅選擇都大咗咯、哦。嗯，咁好啦，你解決呢個之後咧，你解決中學啦嘛，你解決大學啦嘛。嗯，咁大學我讀邊間都唔緊要嘅時候、嗯，就算你 A level 會考完全唔改，就是、一樣咁僵化嘅時候。嗯，我做家長我都可以揀其他學校啦嘛。嗯 ，OK， 好啦，如果我做家長，我唔揀啲讀 A level 唔讀會考制度嘅學校嘅時候，我第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冇錢讀先。嗯，咁你照中學推行學券制咧，有呢一個動，有呢個即財政動力，俾啲家長選擇邊間學校，就算嗰間學校唔係考 A level 唔係考會考嘅，有大學收佢哋。嗯，學即最終會變成香港認受的醫生和律師、會計師、工程師的、家長不會吵的、在某個程度上呢，即 你所說的、那個問題、那個現象呢，你都是假設呢，即我這個社會呢，是如果有多些公平的競爭，在專業方面呢，多些人去讀大學呢，我們的 社會會更加好了。在某個程度上呢，我覺得是不同意的，因為在外國呢有無數的研究已經顯示呢，你大學的成績和你將來社會的成就是零關係的，不單止在醫科、法律、MBA 所有這些都是這樣的。同埋在外國也有一個研究呢，發現呢在大學 drop out中途放棄的人的 IQ 呢是多過呢是好過呢啲人繼續讀。唔係冇人，唔係你大學院，你特別係大學咗啊，即係如果你，我相信啊，如果你真係計返嗰啲讀大學有得上去繼續讀嘅、不過自己選擇 drop out 嘅人嘅 IQ 係咪高過最終畢業生呢，我絕對同意。咁點解呢，就是、因為如果我係一個人，我選擇啊，唔係被逼啊，我選擇唔繼續讀大學嘅話咧，大佬我一定有啲把炮我先繼續讀。當佢揾到份好。不過嗱，講真嗱，Dr. Yuan on education 啊，如果你話唔正規地有大學、中學、小學嘅，係 OK， 即係唔撇除咗大學啦，因為成年人教育，成年人教育應該係自己負責噶啦。即係講翻18歲以下嘅人，去到中三。OK， 你话俾佢知，你读到中五、中七，未必系你最好嘅 outcome 啊。咁你点会 advise 佢？即系我 let's say 我政府，我搵 Doctor Yuan 你啦。嗱 ，Doctor Yuan 你系负责喺所有中三唔想读书嘅人，咁我俾嚿钱你，你会点样同佢中三讲？个问题就唔系个中三点样应付佢噶，个就业唔系我仔应该去点样去做。OK， 即系我一讲起嚟讲，即系成个我哋讲紧个教育个问题边处。嗱，我哋第一承唔承认我哋个？教育是有問題，咁我點睇教育問題呢？即係我好簡單睇呢，我歷代呀地球上出現咁多咁多嘅問題，我哋咁多間名校，全世界哈佛啦、耶魯呀，乜嘢啲人都出過曬㗎啦，個問題有冇解決過啫？
是没有解决过的。是反映什么呢？就算这些你去外国耶鲁大学毕业啊，乜你哈文啊，有乜用啫？不是，地球一样是咁乱糟糟。嗱，即系我就简单俾你听，唔好话哎呀，我哋去选嗰啲叻嘅学校咁样，咁大把啲人出现过啦，系咪？我哋咪当然冇解决到，冇解决到，冇深层啲。你嘅小朋友系几多岁先而家？哎，十岁嘅啫嘛。咁你咪读书先而家？有读书。咁点解读书咧？有读书。唔系咁，唔系。嗱，多咗冤你，你怕俾人拉，所以唔系，绝对唔系，绝对唔系，绝对唔系。即系嗱，我嘅小朋友有冇读书，同我话而家我哋香港呢、這个嗰、那个教育问题系应该解决，系唔系咁大关系嘅，唔系咁大关系。你明白一样嘢就系、是、咧，我唔想笑你啊，黄怡兴。系。喂，左派好多人咧，就系、是、因为咧，左派好多人咧，成日都话嗱。同一班勞工同工同酬、啊、同一班學生讀咁多書、啊、即他們是覺得整個 group 的人呢就可以完全是當一樣地看待的 OK 不是那你現在說嘛不是即讀過大學的人未必未必啦我只不過說那為什麼你不是快使自己仔女不讀書先我為什麼要他不讀書不是不讀書点解喂？我即系唔学嘢，唔学嘢系啦，唔学嘢，唔系点即系咩？一定学嘢啊嘛。系咯，点解即系点解你继续你嘅小朋友系咪喺香港本地学校就系读书先？佢当然唔系一个普通嘅学校啦。OK， 咁好啦，你 approve of 某一啲，你 approve 某啲某一啲嘅教有人问我，有人问我系家长嚟嘅，系咯，同我家长问，佢问我你点解俾你嘅仔读呢间学校？咁我嘅答案就話呢我揀呢間學校呢因為呢間學校我認為呢對我個仔嘅傷害係最少。邊間邊間先嗱我應該追到女仔㗎喇喎。即係男室邊間先。即係我認為呢間學校呢對我仔嘅傷害係最少 o k 即係嗱我個仔我點解冇傷害囉都唔係咁可以咁講唔可以咁講。嗱因為我冇第一我香港唔可以俾我自家教育啦係咪因為犯法啦。第二我係唔係好似哈爾威大的教士呢位牧師可以出心嚟到培訓我嘅仔成為一個天才啦。我冇咁樣嘅時間啦。即係你想你嘅仔做天才嘅。我亦都唔係一定需要佢即係我希望佢成為一個開心成功嘅人啫。OK， 呢個係我嘅即係我認為全世界嘅細蚊仔應該咁嘅。如果全世界細蚊仔呢都唔開心嘅時候呢係失敗嘅時候呢我仔呢個喺呢個地球上生存呢係唔安全嘅。OK， 就呢個係嘅，呢個係即係嗰種自私嘅心態。但係呢個自私嘅心態咧，係另外一個層面嘅自私心態，即係話咧，你要你自己好，你一定要全世界所有人類都要好。呢個咁樣咧，你先至會真正會好。OK， 嗱，好啦，嚟喂先，多遠？而家你即係我阿蕭嘛，係你要即係打開自己嘅荷包俾個仔讀書啦，係咪先？係。咁啊，即係比起如果你嘅小朋友係讀翻即係教統局 approve 嘅學校，係嚇，咁、啊、學費要多幾多咧？即係而家你讀嗰間讀幾多幾多咧？嗱，其實咧，我唔係想俾個 specific amount 啊，唔係，而係如果我嗱，第一我仔讀過全香港最貴學校。亦都讀過而家係好抵嘅學校即係對我嚟講 irrelevant 嘅 irrelevant 嘅即係佢係一萬蚊學費留小學一萬蚊學費我都可以入過去即係對我嚟講嗱，對我嚟講唔係個錢嘅問題唔係我知我明白嚟大家唔好咁樣爆笑因為呢一個教育即係一個家長唔係你咪講真係喎即係官員對市民嘅教育即係市民嘅小朋友嘅教育可能唔 care不過家長對自己仔女嘅教育係冇可能唔 care 㗎嘛。所以當初醫院呢證明咗啦我哋好 care, 你們班有嘢笑啦係咪先。即係你話呢你嘅仔女讀過最貴嘅教育啦咁我都唔敢問邊間啦因為我都 afford 唔到囉。嗱其實呢睇先而家你讀緊嗰間啦係咪即係我唔知幾多錢。而家問題就係可唔可以將你嗰間嘅學費或者係每個學生要用嘅資源比起而家即係呢個嘅政府資助的學校啊相比之下那可不可以政府的錢去幫到你的小朋友呢還是已經幫緊的了那個問題就不是個政府的錢即是去即是怎樣去幫某一個人。問題就是可不可以。那個問題不是這樣去看啦。問題就是可不可以其他家長可以學 Dr. Yuan 那樣將自己的仔女救於火海之中就算入不是唔想入最貴嗰間都可以入到呢間 cheap cheap 地嘅學校。唔係我都想入。嗱成個問題咁樣即係
我認為點解冇位咧？係咪因為佢收得唔夠貴，所以發大即係發唔到大做先？收得夠貴可以發大做啊嘛？嗱，問題即係成個問題咧，即係唔係話咧？我點樣處理呢個仔？咁正嘅問題就喺呢度，就係、是、你一個家長嚟噶嘛？阿金又係家長嚟噶嘛？大家都係家長嘅時候，究竟個家長可唔可以學入博泰院？好多人好服你嘅，好多人好尊重你嘅。好多人除咗好，除咗 follow 你個homeopathic 嘅即係 medicine 之外咧，亦都尊重你學校嘅選擇嘅。咁啊，佢哋可唔可以跟你去揀同一間學校或者同一間教學模式俾自己小朋友？或者解釋一下咧，即係嗱。我自己嘅教育嘅歷程啦，即係喺我喺香港讀緊中學嘅時候咧，我有一種感覺咧，即係香港教育咧係一種好窒息嘅，即係我覺得我係想學好多嘢咧，喺個當時嘅環境咧係令到我咧係冇咁嘅空間去做嘅。OK， 咁我跟住咧我就喺好好彩咧就睇一本書叫做 Summer Hill A S New 寫嘅。咁 A S New 咧係當時咧係英國咧係設立咗一間係一個開放式嘅中學嘅。咁我好向往咧，開放圈點解先？即係隨時可以逃學嘅。可以咁講啦，可以，你可以逃學又得，你可以自己選擇你想學咩都得嘅嗱。咁當時咧，我喺中學嗰陣時候咧，我就成日都覺得即係好希望咧，我能夠咧去到呢類咁嘅學校嘅。當然啦，香港冇呢、這個冇呢間學校啦。阿媽有冇支唔支持你讀呢間學校先？我阿爸阿媽咧對我嘅教育係完全冇影響嘅，冇任何嘅左右嘅。我係完全係我需要尊重你嘅。佢亦都冇咁嘅能力會講俾你聽，你應該去點樣讀，佢哋冇咁嘅能力啦。OK， 好啦，咁我好好彩咧，我就覺得，咦，我香港呢個好窒息嘅環境咧，係唔適合我嘅。咁於是乎，我就去外國，我哋希望咧喺外國咧可以揾到呢個咁樣嘅開放嘅空間去學嘢啦。咁發現到咧係唔係咁一回事嘅。但係咧亦都有好好彩咧，我有一次咧，一般嘅美國大學，你唔可以就咁一句放埋去，佢唔係一個開放型嘅，佢係咩先？如果唔係一般嘅。即係我未，你當時你未去過美國讀書啦，你唔知道嘅。係，我係未出。咁即係美國咧，去即係其實美國有好多學校咧，其實咧都係一個好即係好低 B 嘅。OK， 好啦，咁但係可以話，咁但係咧，我又好好彩，咁有一次咧喺學校嗰度咧就睇一份雜誌，咁嗰份雜誌咧就介紹咧美國有好多啲細嘅即係私立嘅細嘅。即係 liberal arts 嘅開放學校㗎，咁我就喺嗰度咧，就咦，終於揾到我要讀嘅學校。邊間啊？咁最後我就去咗 Vermont 一間叫做一間叫 Goddard College，Goddard College。咁 Goddard College 咧係一個當時成為一個叫做 Progressive Experimental College 嘅。幾年代呢個係？呢個係七早期嘅60年70年代嘅。你有冇嗱？我知道嗱 ，on record 而家係 OK。你有冇食個大麻？嗱、okay, 我講俾你聽，呢間學校咧係大部分咧啲學生咧係唔俾食，係紐約有錢嘅猶太仔學校，食好多。學校裏邊咧成日咧就 pass 大麻嘅，嚇、哦啊！相對我哋學校啲老師咧好多咧都係嗰啲大企業裏邊咧，係被 MIT 嘅 PhD 喺大企業做咗幾年之後放棄咗嚟間學校。我嘅其中老師咧係一個醫生，放棄咗之後嚟到教 biology， 校長咧就有嬉皮士嘅，全間學校都嬉皮士嘅。全家學校咧食喺個一間 house 裏邊，唔係我明白，成日就 pass 大麻嘅，但我講俾你聽咧，我一啖都未掂過嘅，真係點解咧？咁你俾人超級排擠，冇錯，冇排擠嘅，我一啖都未掂過嘅。OK， 即係我當時我心態就係咁啦，即係呢啲即係要靠大麻嚟到推動你嘅思路咧，係一個好低 B 嘅。唔係，佢而家唔係話靠大麻推動思路，佢可能係靠大麻推動你下一餐食嗰陣時好食啲。咁就 anyway 啦，總之我自己教嘅路程咧，我有機會咧去到美國兩間呢類嘅學校啦。咁第一間就係一個即係所謂生活方式嘅一個綠色生活嘅好多嬉皮士嘅學校。咁喺個學校裏邊咧，可以咁講咧。你著咗條游水褲咧，你唔敢落水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冇人著游水褲游水嘅、哦、，OK？ 咁你個體驗就係咧，就話咧，你敢唔敢咧？就人哋全部都係裸泳咧，你咧就著咗條游水褲走落去，結果我冇游水啦。唔係，俾我總結下先。up to this， 即係我知道你會講。唔好總結住。唔會總結住。你俾我講少少先。up to this point 就係當他冤話咧，大麻就唔會食，不過裸泳就一定要攞。我冇去做，當時始終我哋唔慣啊。當佢院唔會攞，不過會睇。唔係，即係嗱，即係咁樣。其實 Doctor 你講嗰啲咧，即係容許我講，有彈藥先有得做。
唔係你講緊挪榮啊？唔係啊，即係成個 con， 即係你係有子彈先有。自己唔係好夠講彈藥唔好做，即係講我哋自己十兄弟姊妹。嗱，你講真，我哋啲性格咧係唔好話反叛型啦，即係喺中學我係即係唔係話主流嗰類型，唔係乖乖仔嗰類嚟嘅。但係咧點樣生存咧？冇辦法。你冇得揀學校，冇錢，咁點咧？即係嘅意思就係話 ，Doctor， 即係你講嗰啲亦都啱，但係你有彈藥，有得選擇，你可以有好大嘅自由度去選擇你心目中嘅發揮啊嘛。咁所以，孫夏文講嗰種咧，佢係想令到大家都有咁嘅機會。我明白。Doctor Yuan驚嘅咧，就係咧 ，Doctor Yuan驚就係，就算有一間，即係我成日話咧。即係全世界選擇1000間嘅大學出嚟啦，係咪先？多天驚嘅咧就係嗰1000間中學咧，冇包括嗰啲日日隊重有攞榮嘅學校。嗱其實咧，嗱你始終咧，我係睇個問題咧，就譬如你話哦，我有咁嘅經驗，咁或者我係好彩，好多攞榮，我可以 afford 到咁做。咁但係呢個問題唔係嗰個問題嘅重心嚟嘅，即係我啱啱有咁嘅經驗啫，係咪唔係代表咧個人有咁嘅經驗咧先至可以成才？唔係喎，你一唔關事嘅，唔關事嘅。嘅問題就係國際喺好多時候啊，特別喺即係香港呢、這個即係冇民主嘅社會裏邊咧，即係決策人做咩決策咧，係真係講個人經驗嘅。即係佢自己 gone through 啲乜嘢，即係你話喺李國章咁呢條友係嘛？就算 A 咧攞得兩個 E 啊，都入到劍橋嘅，係即係入到兩個 E 入劍橋，兩個 E 啫咩？即係 A level 入邊係英國嘅 A level 咧，個 minimum requirement 就係 two E's。咁李國章佢嘅 family background 兩個 E 入到噶啦 ，OK 係 OK， 即係 he could have been an idiot。佢都有讀大學讀噶，好啦 ，Doctor Yuan 好呢啲啦 ，Doctor Yuan 係用盡所有方法，用盡所有意志，唔懟草，先至可以畢業喎。我分別幾大嘅啫，嗱即係講嚟講去，我做唔到成個教育問題咧，即係唔係李國章點樣去入大學，我點樣入大學，其實唔係啊，唔關事。question 就喺呢度嘛 ，question 就係嗱，我自己我讀下書咧，金融風暴打到嚟啦。我老豆嘅好多次好清楚，我老豆同突然间同我讲，即系我老豆平时唔会干涉我自己嘅学术自由嘅。系，不过有一次咧，同我讲嗱，阿仔，你唔快啲毕业嘅话咧，我未必供到你嘅。咁我自己知道，我嗰一刻我真系知道自己几好彩，即系我阿爸喺到嗰一刻都仲可以供到我咧。系，即系我自己话哇，即系好好彩。咁而家问题就系、是，我哋可唔可以制造一个政府，就可以将呢一个咁嘅彩数？俾所有香港所有學生，即係你話 讀大學係啦，你讀呢、這個，你讀得真係讀啲狗屎大學嘅，我可能未必供你。不過如果你讀到啲 OK 嘅大學、OK 大學，政府同你講，你去讀，你只要唔留班啦嚇，我繼續。OK， 繼續嚟。其實咧，你頭先即係喺某個程度上點絕到嗰啲嘢咧，其實我哋已經。全盤已經諗曬嘅啦，係全盤一個計劃啦，或者我簡單啲啦，費事越講越遠啦。我問你啦，你認為香港教育嘅問題核心喺邊處？你能唔能夠一句兩句講到出嚟？如果你講到出選擇啦，大佬，即係中香港，再講一次，問題邊處？問題就在香港政府不尊重家長自己應有嘅選擇權，佢覺得香港嘅家長冇能力去決定。佢自己子女應該讀啲咩書？因為可能好多官員相信香港家長只係跟風啊，嗰樣嘢興就會讀嗰樣嘢，完全漠視自己子女長遠嘅利益。今日應該讀呢個嘅我教育讀啊，從呢第一啦，第二咧就係、是、一個好大嘅團體，就即係個土共團體，就話香港教育應該引進呢個嘅外國元素，即如果你唔夾硬強迫香港嘅家長或香港子女啦，學習呢啲外國元素嘅話咧，就會令到一群嘅唔係下一代啊，唔愛講外國。咁呢個兩個最大挑戰。咁啊，第二個挑戰反而冇咁大啊，因為只要香港，即香港講真，特別喺呢個咁今時今日社會裏面咧，即係如果你係有錢啊。你自己子女打落去即係低下層嘅機會比較細嘅，咁所以咧，
嗰班外國教育者呢，如果係夾硬推行呢個嘅好核突嘅心系家國教育嘅話呢，真係有 influence 嘅 families 呢嘅小朋友係唔會受到影響的。好啦，用翻你頭先所嘅分析啦，呢個問題咧就係香港嘅教育嘅官員咧認為香港嘅家長咧係冇能力咧，係啦，得啦 ，OK， 好啦，咁如果呢個係個問題嘅重心啦，咁解決方案就會點咧？就俾佢大佬首先嘅自由度係咪就咁樣？首先嘅事，我當然唔同意呢個係問題核心，即係官員覺得係問題核心啫、okay。好啦，好啦，即係唔好講啦，你認為你所睇到嘅香港現時嘅教育嘅問題核心喺邊處？香港而家系，即系香港而家政府粗暴干预啦，大佬。OK， 咁即系话咧，如果政府唔干预系啦，咁香港教育问题就解决咗啦。如果问题就系政府点样，政府干预模式有三个最大范畴。第一就系、是、set 咗 syllabus， 如果你决定点样考试嘅话咧，学校就要教噶啦。OK， 好啦，嗱，即系简单嚟讲咧，呢样嘅问题私有化，私有化考试局，第一。而家先講個問題嘅核心先，係問題核心就政府唔即係政府乜都要管。O K， 我嘅政府唔信家長，政府覺得乜嘢都要 set standards。O K， 我哋咁如果即係如果咁樣，政府撇咗政府走出嚟咧，我哋教育問題就解決咗，係咪咁？當然啦。O K， 得你唔 care 咩？家長唔 care 咩？問題就係、是、家長，好多人覺得家長係唔識點樣去理自己小朋友嘅教育啊。而家問題就係、是、如果即係家長，因為講真教育呢樣嘢。如果家長真係好 care 嘅話咧、嗯、，OK， 好嘅教育方法就會脫穎而出，唔、嗯、好嘅教育死板嘅教育方法就會死咗，就會死亡噶、嗯。OK， 咁如果你係尊重家長嘅選擇權，俾佢哋有能力去選擇，即係如果佢揀咗呢間學校 A 嘅，佢真係有錢讀嘅，咁、嗯、自然唔得嘅教育制度咧就淘汰，即係好似兩日前啊。教統局出咗個 report， 就係話一半嘅香港先生係照書讀，照書讀嘛嚇。如果學、okay. 如果嗱 Doctor Yuan， 你會唔會俾自己嘅仔讀一間個先生係照書讀嘅學校啊 ？OK， 唔好 OK 住，答埋先，會唔會？當然我唔會啦，係咪？咁但係啦，嗱，咁但即係我唔會，唔係我愛兒兄行咗邊度？不過我同你講，即係競爭就係呢個好處。嗰個我唔會，唔係代表。我唔會即係我會或者唔會令到呢個問題解決咗嘛。唔係啊，多謝你我嗱今次呢我就唔係當你一個節目主持，我唔係當你我一個我好尊重嘅前輩。Okay， 我今次當你呢就是、一個普通嘅家長。Okay， 一個有普通小朋友嘅家長。你buy嘅就會千千萬萬香港家長buy。我記得有一次阿曾蔭權競選連任嗰陣時呢就搵個家長即係懶早操啦中產啦。就問家長你見你個小朋友喎、讀緊幼稚園啊，係啊我哋嘅嗰個學券制應該係受你係受益人喎、死啦個家長話其實呢第一佢係讀緊農你幼稚第二就係過咗你個資助額啊即係你話你二千五蚊樓上唔知二千幾蚊樓上就唔資助嘛二千蚊喎係啊佢話三千幾蚊個學費跟住就唔你知啦佢係一個即信報話齋啦，我唔係我創嘅呢、這個，我只係引述嘅啫。黑面小矮人啊，咁啊曾蔭權作為一個黑面小矮人咧，咁當然攬埋口面啦，係咪先？嗰做家長先好笑喎，家長佢繼續講啦，就算你有理由咧，我都繼續俾我小朋友讀嗰間學校，因為我都嗰間學校啱我小朋友。即係家長去到呢個地步嘅話，搞曾蔭權，你唔該你 respond 下啦。係 ，OK， 好啦。我哋今日都話不知不覺講到成幾話兩個鐘頭啦嚇，唔係啊，個幾啫，我都講係做咩句啦，兩個鐘頭嘅，歷史呢樣嘢咧，歷史呢樣嘢係後生仔寫嘅，嗯，即係我都已經係比較大過啦，嗯，細我十年嗰班人上緊嚟嘅，係係，曾蔭權你今時我六十幾歲啦 ，OK， 係八十歲嗰陣時咧，呢一班廿幾歲人就四十幾歲，佢就會掌管香港所有傳媒，係。佢就會掌管，做佢就聽唔到啊？係 ，OK。佢就會掌管曬所有香港傳媒嘅。嗯，你自己嘅政績咧，就會俾呢班人寫嘅。嗯 ，OK 嗯。我哋香港教育大行動希望咧，係大家喺即係自己每一個人咧，係可以喺各類嘅問題咧，自己深入啲去思索啦。咁就如果我哋能夠存著我哋一向所諗嗰四部曲啦，到底嗰間咩問題先？
如果我知道呢個問題係咁樣，咁點解問題會出現呢？好啦，如果知道問題點樣出現呢，當然呢嗰個解決方案就好容易順理成章會出現㗎啦。最後我哋作為一個香港人可以做得啲咩呢？我哋深信呢，其實好多問題呢背後，如果你真係了解個真相呢，係好簡單嘅，係每一個人呢都可以做啲嘢去幫助香港更加好嘅。好啦，多謝大家今晚嘅電腦嘅耐心嘅收听，耐心一次，耐心下个星期继续。